红土雷电动，佛佛妈妈的杨伯父，西郊蒙古雷大脚，蒙古来黑要请，你是你能这个都你是鬼啊？请问府尹杨伯大人可是姓王的吗？是啊，你们大人无事呢？你国大人在安徽修人语，要一语还要胜利，同得此道的一支红土，那一种要越江之事，来我蒙古来的举国大人。哦，你等我些啊，等上那一通白大人这里为府啊，多谢多谢。莫得蒙古真蒙定，西起都一望女林，日月秋雨苦开，得中土花灯烧明，养多日不抢养不白高哎。该中我的很同人，风涛是指定无忌各样不烈如清风雷鸣人，只因他思念远古人是黑中沙里都是多夜来真，如果是有那啥看你叫用把我敬一人，爱多西去人你就为什么没你需要抚养人，江沙岳飞妹妹把人去哦，俺把的是母仪姐姐妹妹土江人，只因云生上养不日暮露，无法改过去许人，我姑啊主女女里人生居都是都得起你生，给你先去在主女府女人儿特风声掉来日子女里帮生里，正是你越过地地地很开心，越过越过啊，我对你人说你黑日日八卦，你的是平沙的生女又要接待的地面，越过你的地地已将中落头名主女王子外国女婿去了，将来我一封他为了我是把这无杀真正如己呀，我离开此家真正我接不你的人数给诉他，我同他一起的学人上你哦。王阳不走途中思仙女姑匆匆，只怕旧女不美足，却在众生派邪翁，杨不正在山中西
孟哥一不通。启禀大人，孟阿带来一个人，故事大人安分又害忧，托他带来红土一封，请大人过目。哦，安分的害忧，正是。好，呈上来。大人请看，孟哥人也托一封，杨布打开看内容，见面谁叫请我投钱，是该是，哎呀，一时将你恶心凶，奇怪。请我到前，不让上，我领来几二万众，该起是只要我姑小，那得是我姑托人得将中，门官在。送红土之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大人是男的，多大年纪？说啥都来说。好，快快请他进去。是。孟哥翁门去匆匆，大林水库得多中，人不一计能复心。受苦报清明公，大人子须得受苦拜见。哦，你叫受苦吗？真是，快快起来禀判坐下。徐大人告诉受主子，你是奉受上所差呢？大人须得是奉李牛姑所差啊，他在哪里？大人听便呐、啊，给受苦怒气冲，他一时时受失踪，继续的女姑娘在如来女，起手高到木来动，听得样不生大意。撇开孟内容，孙教授，我去问你，你和女姑是张姨娘谁的呢？听着，这孙科呢，阿如今女姑子哪能马上得夫妇，被用开拜，虽大你名堂无路少居少走的，途中佛教女姑子继续一佛。哦，原来如此，孙教授。那个囧途是女姑枪毙谁的吗？不是，那是就是谁的？大人，我不得你过，是我所以要血听爹主过去。大人夫妻的人血要买，是我是枪手谁的？哦，如此说来，请我道歉，那是专事所为了。正是啊，哎呀，杨不听戏三中。地上拱手请二公，二公啊，你请我到前，阿大你给做个平地谁和翁？要二公不能让我领去能得江中呢？杨不学吧，玉露吧，哎呀，受苦祈求救命公。哎呀，大人不必如此啊！该请我到这个娘子，本来就是你的，我把故事送娘我你啊。苏转世，你此话真假呢、啊？受苦受尽而复少，今娘的人要继续一佛。哦，原来如此，总是闹的。大人，学生受苦再给我事，生于简单，亲手说是何穷。
既然历来女姑，请大人做主吧。说转次不必如此，若切入口是被何永开所逼，请我到其几年之举啊。学少何穷是举恶负利，一切都是正义。大人，女姑一路永开之手，正如一路户口，请大人速速多教。就是放上永开是该举人命格，就要先驱使女姑必要公文一道，多教女姑我是越当一个人啊。啊，是是啊，女姑弟弟的泪女里啊，大人，女姑临别之时最少高头与人佛，不知女里生日无趣呢，所以就是你去佛上将苦头名处女就是他弟弟的泪女里呀。啊，该真是谁提拔的哟，请大人速速告诉他，去叫他弟弟这一讲啊，说就是哦。女里艰苦中秋女，翁子给过去女婿，我一封他二令傲日只将一位佛有句。大人，你我里如果学者配他呢，说就是都是你我里句句我里，我也要问你，给你来在一起，我们妈的透明上身让他多年流露太我的露气语，要给居风人语娃收他与妻子，所以给神居也在语娃要一女陪他，所以该此外一个女婿去了。哦，女来如此，所以就是你去二上居了，期待女里该将革命人数这些我同他一起去叫女姑吧。都是大人了，王玉玲心里虚，孤寂受苦莫大恩，多也把酒来绝的写清啥子无虚，若此后受苦到老养不富，他总是过千月孤为生父，给你是个一孤去，还给许人王守的有句，来人道的杨伯父公家委屈受八百，王杨伯他记得路给二级，多么等我细细一句，二中学雷女姑在面前一来走八佛，把手情举在日端，高级二夫少级的没少夫穷所欲，女姑一样靠中娘，痛非所人是阳破，杨不可的能是福，请来受苦满闺女，说就是许人与王叔已经得到热烈以许命，我姑高级而富少在手楼少没少人命，说就是楼少的地是人模人，大人楼少懂就往这一起却生儿子祸福就过节，就是与居少女姑这里我哪个人一动罗切人与富少，后来与罗接你的娘子期间我在送娘罗少一起随手八个，所以一起我高家楼少啊，靠给到女姑本老来
只要五十米轻易都无此类哟。说胡冲的人给高官捕风捉影，可能进多主流说要在人民拜女姑啊啊，真是岂有此理。大人可否速去多叫你说就是该起事故哪能方便啊，否则我给你一枚药丸输我的女姑生命是无忧，只把姑都受给你苦啊，欲叫女姑气得女力真正一动心里，叫姑无意谁能奉旨去政府上庭的。大人是虽如此，要把这女力给是真正的，唉，大概从户外行走吧。王大人说对说错你，既然他心中有事更有无计，俺把的是却此非昔许人语，多叫女姑去进来，就是有些老伯父别等女里该将我来，李家就我无生有需要保兵百年。启禀大人，孙宝无事呢，李女李主女的好，快快娘姐是吩咐打开中门前，主女落幕将来来，并举起来背着的养不起次我的念。厉的，该此外姑女婿该是真正呢？哦，王兄，应过的。走来把我王兄了，哎呀呀，闹得一定要生一定。我去问你，你是否是女妖一遇在这一名句李女姑呢？但王兄，你怎么知道啊？李女里不生的妇女西来妇女这将我去养不休，王兄你该学习是哪里来呢？啊，贤弟不要生家不要生家，请坐请坐，听嬷嬷叙来吧。听着，王女领受节少年也被人所见嘎少一的被女姑所教，密称也得病李女姑是啥该多女一起给讲故只许一佛啊，王兄据你所许你在这么在许人嘎说灭清你之中吗？好啊，我们举一句救命无意你接受去莫嘞也得我套灵皮子，你在这最少闭门生计，至于接待你你就学佛手啊啊，他为什么会要举当学佛呢？贤弟有所不知，多年五年在这人生年高临别时，我写套已经教书，你在这代时接着把一佛故人中沙之教接待的第一名人女学佛手啊，所以加以不是众生。王兄你放心吧，只用接待在这该去中伤大事不人的生意，王兄告辞了。贤弟你在这已将破去死样伤在虚人来女之中啊啊！王兄你此话是如虚其呀、啊、贤弟我看你几个人吧，来有请苏主子出来。是我翁明八字一八都是水壶肉的大都一细心让四个里就女我生活的你这样用这这女姑我无在情
叫杨勇虚张你。听众们，受苦命子女里的有头子没事一笔，听得女里我来养不得生不受气，是大受苦人拉给一动里的难受气，拿出来公文加他哭里女里是一有哭一笔默默来生死在看叫养不住巨人王兄，你可是我是好呢，贤弟你且放心，你在这个二人行门旁胡永开居上八爷带你在这所一一讲命胡琼带去上佛，给胡琼生娃几段阿哥八祖被受苦所杀，胡永开几段自女孤于死地，所以高级结的无名谁破死人，贤弟你外去母一陪去帮助明天叫请我意，只顾你弟弟有余亲自负伤啊。好，王兄你只要立告辞了，明天去都记吧，请请拉兄弟不离心，女里外父辈帮助我家家中当白地，八爷求女里女里阿子哥在这儿与这许人与这儿人讲过叫得意，请教却自来扶上街中听罢都点点，却甚至接风扬不长通经白山风雨里如是呀口一方金西郊傲娇主居鸡五人领子人二辈该中太地外公义五人外子杨伯父给准备来江汉江街受大受苦被折磨受冻七八里的心兄阿姨受受气给你的许人与人意父子与王峰母娘姐口头下雨生将姐共举举落那个容儿带着子与门对父子与拜姐在人儿大人要无吩咐呢，你外去今日请爱的女姑高姐姐的买少胡琼儿要高热率岳父名上送得给你半个月忙居于客厅大上拜祭聪明胡永开上大河边急急将将举为我哎呀呀样子多容易得来无事谁知得是绝对女孤一儿来扶着哎呀
书啊不进能放去鸭子得是几度的热绿一度度名人送的公鼓里烈雨大人谁可用一切将过同略干用脸七次无关我王兄该高官在此案劳动罢去根据以前口瞧在律子胡琼被高官烧死的所门啊一烧投在女姑的洋房里既无保证也无血气无中杀妖真是欺杀人也凭空虚高姐姐的楼烧真是岂有此理呀贤弟高官傅永开多次拜你之罪人数明显盲居一生即可打吧贤弟你盲居七魔八窟个人如此啊共同之余不能贤娘 啊王兄知道了你放心吧你叫父皇在这生死而为该盲学英就保证我的生意哎呀都是贤弟东方佛伴夜红琼瑶记得举座座上楼丝丝披风满纱彩幕佛生而非雪人与我里杨伯拆东西顶多美说伯我有时非得杨我手里叫默默拉街二脚中都把甚至把二股中都受人为被把家事李伯我有时俘虏二和生生江上多通正二朝登大都一佛百计我将央至于速度就比不二朝所怕真多梦收将夫妻无反乎来有大秀我雷牛姑三堂是秀我雷牛姑三堂啊公差爱李女姑该把公道低落的女里的生举目哭可悲孤单此生苦哎都你把鸡抢贼贼你可他欲肉强肉灵俺爸的大哭一句不在这边共度之意没那无让女人是我放白痛娘俱来可是我就生计无情妇哎，下面可是李女姑吗？正是。既若本官为何不抬头呢？有罪不敢抬头，是你无罪抬起头来。哎呀。
牛哥听得入心心，低头举目看房门呀，当过将哎，第一座娘家公子王月林。让他离别时刻夫妻交为就不是旧伤人自己他无数将马风海要自己生不就要能一命真是受苦大苦人啊牛哥此刻家父生病谁晓得受苦将将王三女公子在将军啊功名该次叫牛哥一定是翁子夫生的此灵没有佛过女里的而巧给你的一生李女姑帮与翁子的此夫生你在密情一与我私通结的满少呼穷之你觉得我姊妹从此的苏山来吧大神永兵啊李牛姑多气哟举身大人来拥拥大人啊牛姑我就来不生嘛让死马生的火腹中不用开一次疼牛骨给放马呢他把给子举一锁起挖就风可怜一脸傲姐姐是被他借他们改空说人就与该日子啊等差一点说个白富翁阿的是来提领牛哭哭带去富裕的一道中年举身是给娃们说白的准备写是永不清灯四大家空母哪晓得他的学人周玉林女教等夫佛松有一插曲胡穷的不安让张牛孤的一种如小胡穷其实你养我的人就为阿兄阿西出将蒙面后是本牛鸡少胡穷一把给牛在人民母事呀我是别大人居别靠公义请教大人民将破你去学月居我中南牛哥别是一边哭听得众人怒气冲
说去说苦共度干，今夜就是睡一风，首先该放好几个字，人娘抢手少富穷，一起二人都打把，不用开着这如雨飞空。敲打怕真多梦，即用开水去古白该多中日杀灭夜闹告别，无脑对比就靠武功，敲多多肉血泼牛骨儿鱼在水松，牛里最得没仙娘李牛骨早早是做梦啊媳妇的弟弟外人共度中，帮谢松文文松真那是共度之一目穷穷，明报都门一杯酒压顶。西松牛骨为中哎，受苦是巨恶负劣是正义，闹人民佛得功，而且多多肉去领，夫妇过桥通穷宫。用开你枪借去谁，即使是靠书的我中，我在夫妻过阳去佛派令你去穷中，我让中路还记住这段人要是为路通，而且我努力东西你先明是苦大英勇，不得负少之意，绝路少你是嘎少个路本而几一通，西起而桥洞努力太多一百万书西，先明几把能拉开，灭成一通知四个人，王二桥孟举称得一道理，当孟瑞二本书西那个中年歌王听三卡罗，给摩东牛歌做洗礼，牛歌啊人儿个人非许可摩个孟君那个真把戒礼，是终于师兄你来赋予我正解，该不从二朝是多年在家少爷地平来教来的王元林先公，多少地平是死于解脱之害，所以该次教来写日二个，唉，我岳哥叫脑壳只哪能还睡着呢？哦，原来就是王先公啊！哎呦，阿弥陀佛，真是人天把的耶！众人听喜欢，牛哥该几日我是你牛哥打工嘞，名上的人得把手人孟举强大主公苦白家业，哎呦故事故事哎，莫得其是米青一来就中本，西起牛岭居牛岭，贤弟我也想等你哥哥，你在这把坑对样虚样，如果你这点邪风给这位小佛与你，你觉得我怎么办呢？王兄你且放心，
五同姐姐吃嫂子高多年，给你共度一枚喜人。五姐姐各帮扶小弟努力在此哦。孟菊，我同你一起去美亲爱，是下面我最得意小姐。可你的学识就包在我的生意吧？啊，这次都是一的了。给拉兄弟上西林，一起到待明天。赴我门口拉灯去，与夫家是分裂边。大兄弟五人真够大，东门如举如神殿。几楼说的真拿你呢？一楼八德的面前一大用地里做古心，说白话一问西，兄弟出去说门真，原来中年哥他痛开的几二的。文二巧手洗武器来死他，一种你孤独起来。王女人她学手接女姑来无期，那个能是白石过山来烈烈。女姑妹妹呀，你看这一位是谁呢？牛姑的头举目啊看，娘家的弟弟阿姨，弟弟姐姐，我的好弟弟呀，弟弟媳妇来日白石过山苦，弟弟是有罪的吃嫂哦，女子哟是见爱淑女该凄厉。弟弟呀，女真无是富是先年你呢是几十百通一诺面。弟弟呀，你功劳了七百苦，你只那位要给天母。弟弟呀，你给你来了无趣，你看得最最虚将你。最最你不被百姓只有那啥的插手。嗯，只还是阿门就太苦我气。决胜人家最最呀，你可以背着大海来争霸出意。可怜咱个老辈守在面屋，咱个太王的出息。一说老路那个腿是几巧可养苦尽哎，一上得到落起雨，说明哥是西女西沙娘西贼，那得西沙叫个名哦，熬得举国大门的。举娃手，九年子，
娘先杀子登门与我告诗篇，数年却将苦斗，记得去年父的阿西斗门中登高，我家中有呀须眉句句女哩，今年子给女婿哎，牛妹妹妹接人哩。姐姐呀，我听闻兄你该受日子在走六年，却被用开了呀，牛肉吃着急嘞。我故此叫亲我也叫姐姐，可以被若当天要白穿呐，姐姐，兄弟阿勇劳苦，可怜你生了你苦气，弟弟，我劳苦，你最劳苦啊！我只要儿允是姐姐。主上是你恩人，你对主上要恩呢，也得对呀，恩人是受苦，他就恶人在护国，受主娘之托，主上你拉最的么？孙大哥啊，九零年哥那位啊，兄呐，不过已经放假，给自己落车在上过哎。女子是一头大命，生得病，正还来得个一多。定二人来试他哎，我要军二师兄二舅舅哎。人生一直受了，是我生在一多。女子心中有怨，暗自暗，我在用给人生啊苦呢。姐姐，此求此行，终算得病。我用开夫妻偷取多样，都已穷中去了。姐姐，学弟与你日恶，我的姐姐爸爸。是他与众于私语哦，原来些说啥个，先把是他来能过，有些一种你古巴东人已经生大灰，母鸡努力出去该自己忙啊正来该受苦，打来路上抢兄弟，与谁容儿受爱干我？阿子哥，二父少爷一少妇，我兄弟人女伴手在身旁，望安瞧一见生卡龙。手套脸上是多哎，绕大套的江都阿的，枪声多恰在养不我，五人揭开你把人，大哥许是是一头哎，王元林与西桥许生七七。跟我真熟悉女里一个女里为一生命吧，就带着这许给我姐姐许得接受王兄把头，让王兄一年就带着这个儿女，你爸爸记在心中，听许一年一些的这教训，
在这一位对应，将来要得地得在这后面，请教姐姐受对应罗王兄弟意思吧。呀，弟弟，那对王兄有此心，西去沙洲王家人，只因女子命啥苦，生死皆如如冰。这一万一佛故事，至于简单的地奥，人女学佛来受亲。这个生女犯给家门，恳求王兄女力一生。听众给女姑家一学此物，真正去杀王女人。女姑，我的好妹妹呀、女人生命是你一救，杀个女无事生报我主人。妹妹终生要负过，女人是终杀烈子称呼啊人。历史他王听都感动，受带女姑的一生。女姑为师接受带你哥，看你的人与面头，少必先用我护具，先把人红墙之护个。哥，你在外衣服过日，那哥爷为师与你开刀就完事，见你的在外衣洗女肉时，是不？我一定会学佛手啊！该是几个水库的娘夫来，哎呀，贤妹呀、王女人一酒养不日决定，可啥是多人多年君子心，多次心意叫雪日妹妹来给两人。你该次被用开白破死人，王杨部一二百二得许二人，二十一次叫你的名，遇上离你就分明。宁人落在女魔真邪派，万大人只有此海生，妹妹把可他姑家女兄与你做妹兵。大哥，王兄去生大门铃，王在玉伯一夜人民，我一封他居阳部玉封哈哈里居定我定着去给爱门一女举国起将将杀人。大哥啊，你可笑须眉屈身是本国女魔，与奴与被受欺凌，多多养不就去给我一女，我是佛爷王兄把名声。真凶八可你西去牛姑小佛手啊，我举生命这虽可闻听生涯无数，一些牛灵无强生。万大人，
女姑的意思你明白吗？这个是上司地位佩服一王大人，叫新女姑人物历历，请宁人叔叔真正照顾我一就能受益得我一的风格，请我一思绪那不女姑父扛你带我的弟弟你各看正正吧。嗯，好好好，水库我上正正去，你去母把库，你给学佛啊，佛上要我这次举父外交改一步哦。那好，你去与我君子们借夫妇收满的江洋不得密情的圣界多忙主政外业哦，晓得女灵女灵与当今举来使他无方明与他小女女姑来小佛一共与亲自不许人使他一年来北京女灵女灵在佛生说门啊背起那片木自比女姑接当今一直看木接近老给你给你带领你也将人啊兄弟里帮结拜我家已交给龙鼎既已养傲骨已睡觉听得各种是龙心请教女故事真结女张秋可拉得父亲我有女子命各种我的地女婢女杀些说是谁些命国家内部即将变宋家中地区女婢谁领情枪是四虚之一的雷月姑是配王月灵月灵灵子去江山我也退去江宫廷拉兄弟雷不负雷灵江比兄弟卡姆雷江人江月楼的手把鼻子面前锁门啊一呀雷灵中一个生雷呀虚娘姐养不动啊主女大用的一个江比牛杀些说是切过去雷牛过日子林风干也平夫人的文具要见娘昔日的功绩就无益强势许人吃平具受苦流骚无趣事养不多吃不清苦哎你是鞠躬问道就给定谁打谁摸谁老哥有人让中南人拒绝有啥些故事有啥些故事起得远